妹姐好，好久不见，还有我们的新同学，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雷拉。雷拉，新妹姐好 ，Kevin 姐好，刘元老师好。哎 ，Kevin 哥，你叫我 Kevin 姐啊？Kevin 姐，主持人啊，讲太顺了。因为只能选一支，所以我去就是我原本就有买过这种没有牌子的这种双头的画笔。哦，我不用画眼线，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已经秀眉跟秀眼线了，所以我现在是就是我也是哎、欸，我为了就是要快速，我就干脆去把它那个对，就是不用化妆，然后所以我画眼睫毛就好。这是大家都知道 Kiss Me 的那个睫毛奇异笔。哦，睫毛膏，睫毛 ，Kiss Me 的睫毛膏，对。然后眼影盘的话 ，Kevin 老师已经知道这一盒眼影盘，因为我都走欧美路线，然后但是欧美路线又有分大地色啊，跟就是什么玫瑰色啊，所以我选了一盘 Huda Beauty 的这个。这也是很多颜色哎、欸。对，这个颜色很酷的是，它这边有一个这个就是底膏，然后它的亮粉就主打非常的爆闪，超级亮。我现在先用 Huda Beauty 的这个颜色做，怎样？做帆船的动作，做打底，做打底，然后再用这个紫色。然后做蕾拉应该也很好化妆，蕾拉有中东的混血啊，真的、哦，对，她的轮廓还蛮深的哎、欸，轮廓很深，对，没错、啊。然后现在我要用这个颜色，这两个颜色 mix 在一起去做，就是眼尾，砖红跟咖啡，对，但是它其实这个咖啡色有一点点的，它有袋子，它那个袋子对，嗯。我昨天要下楼去拿菜，怎么了？没关系，口罩会遮住。今天戴口罩，口罩会遮住。还有四分钟，我现在要来上亮粉。啊，我亮粉会选这个紫色跟这個、先上这两个颜色在卧蚕的地方。哦。哦，是上在卧蚕哦，可这样不会太深吗？颜色那个不会很深，那个不是要上眼皮的吗？蕾拉很大胆呢、欸，这样，然后、欸、很自然呢、欸。现在就用中指，然后放这个咖啡色。一定要用中指吗？你们可不可以用美容指？比爱心。美容指，美容指，美容指。对啊，为什么大家化妆一定要用这一支啊？我也是用，我也是用中指比较出力，比较够吧？因为无名指那个力气很小，中指比较常在使用。对啊，中指真的比较常在使用。这个感觉就是很没力。变大哥的部分，一、二、三，好了，快要好了，两分钟。刷个睫毛。对，刷个睫毛。好了。哇，漂亮，真的漂亮。